对了，走吧。完了，出不去了，整个轮都快下去了，把这地都压压软的不行了，上不去了。这都拖着地了，那边把这个盘也给顶下来了，这边也好一点，但是也出不去。把吊车上这个盘也给顶下来了，前面就一个胡同，吊头也吊不了，你说怎么弄？上也上不来了，怎么办？人家工地也不管，也没有铲车，那有钩机，人家也不管。费了半天劲，让人家工地找了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钩机。先让他把这路平一下吧，然后我再使劲往上冲一下，看能不能上来。把路平好了，我试一试能不能冲上来。再练一下，好